现在演示的是安卓手机与本设备同屏互动的操作步骤，以华为 P7 为例。首先，在投影设备应用中找到并打开 MiroCast， 可看到该投影仪的设备名。上拉底部，选择多屏互动，出现对等设备的界面。点击搜索到的投影仪的设备名，成功连接后，投影显示的就是镜像的手机屏幕。Thank you.